你打你女儿是吧？啊，你是男人吗你？哎呀，我今儿不把你打的桃花满天开，你不知道花为什么那么红？我告诉你，给我找一棍子去。哎，老胡，把枪借我用用，把钱借我用用来。别来粗鲁了啊！别来点高级的。什么高级？啊？对啊，高级的。哎，什么叫高级？高级的咱真。 姐，你好点了吗 ？OK。啊。哦。哦。胡姐，你怎么来了那么及时啊？哟，明叔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，要不是我和胖子发现不对劲，自己上来，您是不是已经把船都开回珊瑚岛了？啊？我本家心善明月，哎呦，明月叫寇许。哼，演。杨小姐，老胡，明叔本来是想救我们的。哦，看来这回我冤枉你了啊！没想到你老小子还良心发现了。哼，路遥知马力，遇久见人心，一套一套。我跟你说啊，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我雷显明是一个很正直而且非常讲义气的人。不然的话，那么多年来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小弟死心塌地跟住我，叫我阿叔啊？哟哟呵，我说你别老整那鸟语，听不懂。说你胖你就喘是不是？啊？哼！哎，吴姐，你还没跟我说，你怎么发现他们的？不是，你仔细想想，阿豪为什么给你递酒啊？你好彩喎，做一樽没有玩到喎。你喝完酒为什么拉肚子拉那么长时间下不了海啊？再有啊，这俩货什么时候主动干过活？哎，咱们下海之前突然变得特别殷勤。入水平安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所以我一下水觉得不对劲就马上回来了。你个不该贼啊！阿叔你来啊，你看看我啊。哎，干嘛？你别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！你敢拖我踹死你！你信不信？老黄，我搜遍整个船了，压根就看不见那阿豪的影子。你看，几位阿亚森？徐柳哈，完了，我跟徐师姐，漂把五八亚西去领，我叫徐师姐。该不会跑底舱去了吧？底舱？对，他在底舱呢，我找他去。哎，阿华们，老坐下啊！哎，天凤，东路还在骑，看，东路骑哈哈。
这上面这字儿我怎么看着眼熟呢？我越来越丑了哎。哦，我从这儿出来的。这干尸是不是就是那啊？就是那英国船员的尸体。对对对，就那谁。只要不是粽子就行。哎，说到这儿，咱又没回去拿蜡烛去。找个安好点什么蜡烛啊？也对，他也不配呢。好。就是个泥疙瘩吧，这个我瞅着可是有年头了。哎，老胡，你说这值钱吧？这个他怎么在地上趴着呢？阿豪，这什么造型啊？这不疼吗？哎，阿华，哎，哎，哥在，哥在，李峰，杰克克拉奇。喂，老美呀，我告你什么呀，老美呀，他是不是中邪了？走走。
咩？咩咩咩？你哋一条粉肠，我嘢都帮唔到你哋啊！吓，塞住佢，塞住佢，塞啊！啊！老黄，救我们啊！啊！
里边到底什么玩意儿，差点把哥几个都给一勺烩了。不让你们进去，我说过了，你们非要进去，惹怒了海鬼，我们差点跟那七个英国人一样死。什么鬼啊？那不就一棵树吗？那个，我听说过这种植物，他们专门吞噬动物的血肉，操纵动物的骨骼来进行捕食。对啊，那好像是狼是服用的海西花。哎，海西花，那么能吃了吗？那个还能吃吗？我小时候吃过，它就这么大个儿，这么大个儿谁见过呀？点错了。上去啊！快走，去看看，看看去。走，快起来！啊！多灵！啊！怎么了，多灵？啊！刚才那个英皇又骚了一次，所以我才把他看出来，他没有被骚到。多灵，多灵妹妹。太夫，太夫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好晚了，撒气！我男的后头吧，真的还让腿来腿。怎么回事？这船好像转起来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海动啊！什么？一个火线很眼看，小心呐！沙乌罗村的那些宝贝果然是不能动，这次进入了海龙王，我们死定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干什么呀？我去准备装备。哎，看这规模，应该是刚刚开始。明叔，你掌舵。啊，武塞、阮黑，你们把船头船尾能收的东西赶紧收起来，快点！哎，吴老板，你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林叔，你来，灵儿，林姐，救救救我！你自生自灭的，给我解开呀！哎，宋哥，你找裤子上了，你找裤子上了，你救救我！你别找我裤子呀！你不救我就没命了！宋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找我裤子！不能走！我求求你，别找！解开我！
没事吧？青青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。我救了。啊，杨参谋长，你帮着扶着点。老胡，你忍着点，靠着我，把手给我。闪烁，是我，是你，我承受不起，却还寻找的光与热，却还寻找的光与热，怒海深深。生不息，却还寻找。